叔叔抱抱。叔叔抱你骑马，咱们一块策马狂奔。好啊好啊，我喜欢骑马。哼，只喜欢骑马，不喜欢叔叔吗？也喜欢小叔叔。马。看着两个刚见面的孩子竟然这么快就能熟络地玩到一起了，大家都温和地笑了，这俩孩子还真是有缘分啊。那位鬓发灰白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你的祖父镇国公江仲德，他搀扶着的就是你祖母国公夫人沈四锦。他一掀袍子，直挺挺地跪在凉亭前面，孙儿送亲，给祖父祖母磕头了。乖孩子快起来，你怎么就这么实诚呢？磕个头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哎呀，看你磕的额头都红了，这得多疼啊。不疼，第一次见祖父祖母行大礼是应该的。又再次给两个老人磕了三个头。祖父祖母，父亲他已经去世多年，他来不了京城，孙儿替父亲给您二老磕头了。父亲福薄，早早去了，不能为二老尽孝，以后孙儿就带他老人家孝顺您二老。您二老别怕，以后您就是有孙儿的人了，谁敢欺负您二老，孙儿就带人打上他们家给您二老出头。好好好好，我大孙子真孝顺，我高兴。可惜你已经长大了，祖父想把你扛肩头都不行了。这有什么可遗憾的，祖父不能把孙儿扛肩头，那换孙儿把祖父扛肩上就是了。祖父您还遗憾吗？不遗憾不遗憾，有孙儿如此，老夫还有何求啊。孩子，你真不愧是我江家的嫡长孙，天生神力，我真勇武不凡，我江家后继有人了，后继有人了。老天爷待咱们不薄不薄啊。祖母，我这边肩膀还空着，您要不要也让孙儿扛着您啊？别别，我可不像你祖父那么疯，你还不快下来，让一个孩子拖着你，你不害臊？快点下来，别压坏了孩子。孩子，快放我下来，祖父这么壮挺沉的。不沉，再加一个祖母我都能驮得起。你祖父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脸呢？不能一直让孙儿驮着。哎呀，这孩子可真会长，这威武的体型随了你祖父，这白嫩招人的脸蛋随了祖母我，一看就知道我们老两口的后人呢。多谢寿王替老臣将孙儿接回来，多谢燕姑娘告诉了老臣关于孙儿之事，老臣如今能与孙儿重逢是天大的喜事。等过两日孙儿他安顿好了，王爷和燕姑娘也不忙了，老臣定要亲自登门请两位到国公府做客。国公爷不必客气，能与宋谦相认是您功在社稷功在百姓的福报，是老夫人吃斋念佛行善积德的福报，天意如此。正好在岳江县附近，接他们只是顺路，当不得国公爷道谢啊。父皇还在宫中等着我与阿布，国公爷咱们改日再叙，我与阿布先进宫了。好好好，王爷和燕姑娘快去，老臣改日再来请二位到国公府做客。敬母妃。莲儿，我和你大哥实在对不住你，你身子本就不好，为了救你大哥还要连累你连夜赶路回京，敬母妃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敬母妃折煞儿臣了，若今日出事的是儿臣，太子哥哥能救我，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日夜兼程赶回来相救，我们是至亲兄弟，我理应如此。皇儿给敬妃奶奶磕头请安。快起来吧，身上还有伤呢吧，以后见了奶奶别磕头了，跟你爹一样行礼就行了。乖，燕姑娘，你能否这就一步前去看看我们家辰儿，他一说他熬不过今夜了，我真怕他下一刻就突然断了气。请静妃走前面带路。他的右手上缠卷着一团阴煞之气，这阴煞之气还不是普通的阴气，是阿布前两天刚在梨花村后山上见过的自地府散发出来的阴煞鬼气。这个静妃果然有问题，他并非鬼王，可他一定认识鬼王，否则他身上不会沾染这气息，这是中了剧毒之症。还好毒素虽然已经重创了他的一部分身体器官，但这种损伤是可控的，只要将毒素拔除就能让太医开药慢慢调养，能救。谢天谢地，谢谢燕神医，求你现在就救救臣儿。阿布目光落在静妃右手上，他现在要拔除太子体内的毒素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唤出生死簿，可他只要召唤出生死簿，其来自地府的强大威压
一定会引起静妃右手手腕上那团阴气的共鸣，那阴气一旦产生共鸣，势必会惊动其背后的鬼王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他只能确保自己躲过鬼王的袭击，却无法庇护身边的人，所以他必须将静妃支出去。静妃娘娘，我救人时不惜有旁人在，所以能不能请您出去稍等片刻，等我叫您时您再进来。好，我这就出去。你也出去，留下恒儿在这里守着避嫌就行了。娘，我把门关上了，他们进不来的。恒儿真聪明，娘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替娘听着脚步声，有谁想靠近门口想偷看娘的医术，你就帮娘骂走他，好不好？他的神力从太子心口处钻进去，很快蔓延到他全身各处，然后那丝丝缕缕神力化作一张巨网，将各处的毒素都从肌肉里往血液里驱赶，然后往心口处汇聚。半刻钟后，所有黑色毒素都被神力牵引到心口处，直到黑色的血流干净。阿布收起了生死簿。恒儿，喊你爹和静妃奶奶进来。好。娘，你解毒这么快的吗？我好像只眨了几下眼睛，怎么就好了呀？因为你在帮娘盯着外面，聚精会神，全神贯注，时间自然就过得很快了，就跟你玩耍的时候一样，是不是感觉才玩了一会儿就已经过去一下午了？燕姑娘，毒血已经全部清除了是吗？对，我用在解毒药里浸泡过的银针刺入太子体内，将毒血全部憋了出来，不过他的脏腑被毒素腐蚀了，毒虽然清了，可还需要卧床静养一个月，让太医好好为他开药，加速脏腑愈合，如此才能彻底平安无事。好，我这就让人去将那群太医叫进来。静妃娘娘，让太医在这里琢磨药方，我们出去等，如何？燕神已请。静妃娘娘，我方才见你抬袖时露出了手腕上的什么东西，好像不是寻常手镯，我能看一下吗？你说这个，这是我当年尚在家中做女儿时自己闲着无事变的绳结，因为是幼年第一次学会变这种东西，挺值得纪念，后来就一直带着了。之前他看到的黑色阴煞气就是缠绕在这条绳结上的，这玩意儿绝对不简单，或许这就是静妃用来联络鬼王的东西。不过现在阿布实力不够，没打算打草惊蛇，既然太子的危机已经度过了，静妃短时间里必定不会再联络鬼王，而这段时间里他也正好可以多多积攒香火。静妃娘娘如此手巧，这绳结戴在手腕上比那些手镯还好看，又轻巧不压手，我也想为我和恒儿讨一个娘娘亲手编制的绳结，不知道娘娘愿不愿意赠送。难得燕姑娘喜欢，我当然愿意送。烈儿，你家燕姑娘和儿子都有了，那你要静母妃也送你一条吗？静母妃给你们编织同样的绳结，挂上同样的坠子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一家三口。多谢静母妃疼爱儿子，静母妃可比阿布更疼我，阿布就只替他和恒儿要，把我当成透明的，叫我好生伤心。恒儿管我叫娘，所以我疼他，你管静妃叫静母妃，所以静妃疼你，你想要我疼你，想好该怎么叫我了吗？叫你什么？也管你叫娘，然后你就疼我。一家三口在外间坐了一会儿，便告辞离开了。我今儿出去走走。要派几个人跟着你吗？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就好，人多了反而碍事。皇上，太子醒过来了，可是太子他失去记忆了，行事犹如三岁小孩。什么？立刻去东宫。怎么回事？四年前你失忆，现在你大哥失忆，你们兄弟怎么都要来上这么一回？成儿，你可认得朕？不认识啊，你这个人好奇怪的，你应该跟我自我介绍说你是谁，我才会知道你是谁啊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说完他又继续看向燕恒，燕恒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，揪着爹爹的衣裳躲在爹爹身后。太子见燕恒躲了，还挺好奇的，偏着脑袋去找燕恒，那天真模样真的是一两岁无疑了。大哥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太子被问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你们都好奇怪，为什么一直问我认不认识你们，知不知道你们是谁，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你是谁呢？太子骄傲地抬了抬下巴。哼，我才不会告诉你们，我是地府来的小宝宝，我是来找我主人的，我主人他好厉害的，是幽冥之主，说出来吓死你们，为了不吓死你们，我还是不告诉你们啦。
太子哼了一声，哼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我是谁？我跟你们又不熟，你们不给我东西吃，还要逼我喝苦苦的臭臭的药，我跟你们一点都不好。哦，大伯父，没人不许你吃东西的，是因为你受了伤，身体不好，现在不能吃东西呀，吃了会死的。吃东西怎么会死？不吃东西才会死，你骗我。是真的。嗯，大伯父你看呀，我前些天也受了伤，也是整天躺在床上，哪里都不能去，饭菜也不能吃，天天都要喝好苦的药，我乖乖听话喝药，不哭不闹，你看我现在伤不就好了吗？不仅不用再喝药了，还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是这样吗？等我伤好了，我就能跟你一样吃好吃的了。对了，你养了多久养好的呀？三天两天？哦，怎么可能那么快，我养了半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呢。这么久？对，这些大夫好没用啊，一点点伤要养这么久。大伯父，可儿不许你说大夫没用，我娘她也是给你看病的大夫，你说大夫没用不就是在骂我娘吗？哦，那对不起哦。几个大人看两个小孩子聊起来了，于是纷纷走到外面说话。依你们看来，陈儿这是被毒药伤了脑子，还是被什么古怪的东西附身了？你想什么呢？传说中那些能修炼成精怪的东西都得有几百年几千年修为，你见过哪个千年老怪是个一岁的娃娃性格，人参娃娃吗？楚贵妃嗔了慕容惊鸿一眼。嗯，我也是跟楚妹妹一样的想法，陈儿无论是神态眼神还是说话的口吻，那都是小娃娃才有的，大人是装不出来那种纯真的模样的。要说附身，那除非附身在恒儿身上的真是个年仅一两岁的小娃娃，要不然陈儿就是真的被毒药伤了脑子，神智回到了一两岁的时候。莲儿，你的看法呢？父皇，咱们不如等阿布来为大哥诊过脉再说，毕竟对于人的身体构造咱们都是门外汉，什么也不懂，您说是不是？咱们不清楚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猜来猜去反而是自寻烦恼，还是得先听听精通此道之人的说法再做判断。您现在不要想太多，想得越多您会越不安，让母妃和静母妃陪您稍坐一会儿，儿臣出宫去寻阿布，他早早进宫为大哥诊脉，也好叫您安心。刚才你问咱们是谁，朕告诉你，朕是你的父皇，那边那是你母妃静妃，旁边是你四弟的母妃楚贵妃，这个小孩是你四弟的儿子燕恒，那这个高高帅帅的就是你四弟，你是朕的大儿子慕容元辰，是大瑞国的太子。太子是什么？太子一脸茫然，他们地府只有明主、阎王、判官等等，没有太子这个职位啊。太子就是将来能继承皇位坐拥天下之人。太子眼前一亮，那我做了皇帝是不是就不会再有人不许我吃东西了？我是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？不是，做了皇帝也会受人管束，随时有人盯着你，劝劝你不能做这样不能做那样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他们就会撞柱子来逼你妥协。这么说来，做皇帝也不好玩啊，你自己做皇帝吧，我不要做。上去躺着歇歇，等会儿啊会有大夫来为你看病。好，要找个医术好的，早点治好病，我就能早点吃东西。你还说你是我爹，就你最坏。陈儿，住口。你才知道啊，天底下就属亲爹最坏了，你要是不听话，亲爹还要打你屁屁的。嗯，你要是打我，我就咬你，狠狠咬你一口。你好好休息，父皇和你母妃他们先去外间坐着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让人出来叫父皇母妃。才不，叫你进来你要打我屁屁。他眼巴巴地盯着燕恒。不要走，我们一起玩。跟伯伯玩还不如跟宋谦小叔叔玩呢。大哥，我要带恒儿出宫去找他娘亲，只有他娘亲才能给大哥你治病。你自己去就好了呀，为什么要带恒儿一起去？难道没有恒儿陪你，你就找不到他娘亲了吗？是没有恒儿陪着，我找不到。哼，那你可真没用，你叫我大哥，那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？你把恒儿留下陪我玩，你自己去找人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了，我打你哦。好，你打。我真怀疑我大哥是被一只猫妖附体了。
看着拿手啪啪啪不停拍人的姿势，真的特别像一只猫。他手背都要被他大哥拍疼了，只好以下犯上，冒犯太子大哥，用了一丝内力捉住大哥的手腕，控制住大哥。你也是幽冥府的人？这人这么弱，应该是冥府里的小小鬼士吧。他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冥主的受宠，冥府里冥主第一大，他第二大。至于生死簿那个坏女人，他就勉强跟他并列第二吧。幽冥府是什么地方？大哥难道真是被人附身了？怎么，您也是幽冥府的人？太子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。喂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的秘密，是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呢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哼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看来你来这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事，若不重要，你又怎么会不说？当然很重要啊，我可是来这里找人的，这个人对我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这个坏蛋，套我话。你自己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走，你赶紧走，不许再留在我的房间里。慕容元烈拉着燕恒从善如流地离开。一个小孩子附身在大哥身上只为找人，他要找什么人？还有他附在大哥身上，那大哥的灵魂呢？难道大哥已经毒发身亡，后来再睁眼的一直都是这个来历神秘的小孩子？阿布也来历成谜，他也一直在找人，找他的故人。如今太子大哥的情况不就十分符合吗？这小孩子是不是阿布的故人啊？试探一下阿布就知道了。他若是也知道幽冥府，那就八九不离十了。如果竟然是一个一两岁的小娃娃，那他这些天是在吃哪门子醋啊？